你会怎么去解释或者诠释说这个 Sergey 跟 Donald 在你生命中的地位的角色吧？我觉得是一辈子的连结，因为看到他们，我就会想到他们。我就不会说一定我要还要再去贷款花钱去美国找一个代孕来帮我生小孩，然后就是要这样子自己抱着小孩才叫做学习怎么爱人。Thank you. You're welcome, Emily.